脊柱侧弯症是脊椎骨呈 S 或 C 型弯曲，造成驼背、两肩高低不对称、腰臀部倾斜。在美国约3%的年轻人有脊柱侧弯症，其中80%是女孩子。美观的缺陷会引发身心双重痛苦，尤其是女孩子，年龄越大越难治疗。最后需要几次大手术矫正，除了创伤大，留下很大的伤疤，很痛苦，时间长，费用高外，还留有僵硬不能弯曲的后遗症。如果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早治疗，治愈率就很高。今天就来告诉大家一个刚从欧洲传来美国的新疗法，叫 Spancor， 这是 FDA 批准的一种非侵入性的隐形柔性的矫正绷带。纽约皇后区唯一经英国厂家培训认证的执照专家徐美罗，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治疗了100多位患者。Spinal Brace is now available in 2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Over 10,000 patient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treated. The soft spinal brace, the patient is freely moved without any limitation.And the kids, they can participate in all school activities and sports. But because you wear it under the clothes, the brace is totally unnoticeable and it shows highest patient compliance. Hori 통증도없어졌고요딱딱하지않아서아이가불편없이매일입고있어요比较手术等传统的治疗方法，舒尔康的费用只有手术治疗的1/10左右，而且还提供免费咨询、免费首诊。这里是脊柱侧弯患者的福音，早发现早治疗。我们负责任地向观众朋友们推荐舒尔康 Spinecore。